好，佩芬姐怎么看？其实我觉得国民党最今天的处境啊，其实是蛮尴尬也蛮难堪的。坦白说，刚刚那个彭孝兄有讲了一堆国民党的现况。其实国民党从这一次的总统大选，就2000年总统大选以后啊，他那个政治处境啊，其实还不止尴尬，是雪上加霜。因为你看他那个这次被罢免这个情况，看起来就是国民党今天要何去何从，看起来好像都是拿不定主意。有年轻一点的议员，他们会认为说，应该要提罢免，让那个代理的市长就一路都带到任满为止。那但是韩国瑜今天好像也有意思说就不提了，就补选。但是补选什么人要代表国民党来选这高雄市长？今天连侯友宜都点名朱立伦。问题是，如果不提罢免无效的话，朱立伦的户籍不在高雄。现在问题就是对国民党的这些大人大咖来说，你比如说韩国瑜的几个副市长，比如说叶匡时也好，李世春也好，他们虽然去高雄当官，但是他的户籍并没有迁过去。国民党多年就是这样。我要去选高雄立委，我就迁过去，然后选不上我就绕跑就回来，从来没有像民进党在一个地方蹲点，可以蹲到七八年、十年，像林佳龙那样。那你知道吗？当初从两蒋时代，大家就说国民党重北轻南，那然后从民国66年中立事件后，然后在79年的1979年的高雄美丽岛事件后。蒋经国为了要照顾南部，你知道就在南部办中山大学。然后另外呢，李登辉时代1990年在台南成立那个成功大学设立了成大医学院，其实是造福地方。但是一个问题是，自从李登辉后2000年政党轮替后，国民党换了8个党主席，这8个党主席任期有的长有的短，最长的也不过1年多。然后国民党今天他的不管他的两岸论述也好，对台湾整个的治理也好，几乎是没有方向感。你比如说在南部，几乎现在高雄一个立委都没有，台南也是一个国民党籍的立委都没有。那如果我今天市长要补选的话，我连一个重量级的政治人物都提不出来。那党内有提到说我提40岁的人，请问一下40岁的人，像陈其迈就说，如果你要做高雄市长，你第一个要娴熟市政，然后要对高雄有感情，然后要了解高雄。如果这个40岁的人他是不是能够了解市政，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你也许是高雄人，但是你的政治历练差了一大截。所以我觉得连一个立委的层级的人今天在高雄大家都找不到。那朱立伦的话，我觉得他放话，当然他旁边的人放话放得很清楚啦，就是说其实这个如果国民党要叫他去的话，他绝不逃避。但是问题他的户籍不在高雄。那如果今天没有这个罢免无效的话，他根本没有候选的资格。所以我觉得今天国民党的处境，很多人就讲说国民党的到今天为止没有论述，没有理论。其实民进党也没有，自从这个你知道林卓水那一代过去以后，其实现在民进党的两岸论述也不强。但是民进党一个好处就是对于政局的反应非常快，比如说像香港的反送中，像美国的这个对中国的这个两边的对干，民进党抓到时局的快速点，这是国民党没有办法。所以国民党的领导阶层，我刚刚讲2000年换了8个党主席，那以江启臣作为国民党主席来说，他是真的没有重量级的那个引导力。我上个礼拜在这边有讲说，李登辉时代，你知道他那个霸气，今天国民党没有这样的政治人物，不只是党主席，没有这样的政治人物，就是你的霸气能不能政府下面的这些政治人物，没有。所以你看那天江启臣出来记者会的时候，他旁边站的都几乎都是北部的人，没有南部的重量级的人。我记得那个时候蒋经国时代有栽培，后来到李登辉甚至连战时候，我们曾经建议国民党说你应该办那种人才训练。你知道后来他们就捡便宜，就把现任的政务官就副首长们
通通弄去受训，嗯，那些人不是我们真的要栽培的人，而是那种年轻世代。那今天就是国民党能不能切割这个韩粉，嗯，你知道韩粉这一次到那个凯达格兰大道，他的目标是要罢免蔡英文，嗯，然后把那个什么方法什么都拿出来给大家看。那比如说那个报复性的黄杰，黄杰是凤山的没错，嗯，凤山韩国瑜在选总统的选市长的时候有拿了11万票，11万多万票，但是这一次被罢免的时候，凤山的罢免票就是11万多票，嗯，所以你要去罢免这个黄杰的话，你有没有足够的票都是问题。佩芬姐怎么看？民党动员有没有差？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哦，我一直说那四个四君子啊，真的是蛮能干的，嗯，坦白说，你知道最初的时候他们对抗的是高雄市政府的政府机器，嗯，那当然后来那个这韩国瑜说是国家机器或者国家队，但是这四君子我觉得他们厉害，就是说他们的反应组合非常强，而且你知道他们的背景也非常的，你知道组合非常特殊，嗯，比如说韩国瑜政府把他的那个广告拆掉以后，嗯，他立刻就换上，嗯，换上以后最后那个我一直换你一直拆，我就用这个镭射光去打，嗯，然后我就这个用各种样的方式，然后呢他不抗争的时候他也可以穿着西装笔挺的去 表现去唱歌去弄，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花样之多啊，正象征着台湾的年轻人，嗯，已经不是上一代的年轻人，也不是上一代的长辈，嗯，而且一比的话就可以比出来韩国瑜政府，嗯，像比如说叶匡时也好，李思川也好，是上一代的人，嗯，对，然后这些四个四君子是这一代的人，嗯，台湾它是一个很明显的世代交替，而且是政治路线的世代交替，而且他所用的工具他沟通的方式都是世代的这一个新的作为跟新的方式，所以这一次大家就说台湾的未来，嗯，是决定在年轻人的手里面，嗯，我们真的不能用我们那个时候的眼光来看现在年轻人，嗯，如果你还是用那一套理论逻辑来面对这些年轻人的话，我觉得就会一败涂地，嗯，那现在的一个情况就可以迁移到韩粉身上，你知道韩粉大部分很多都是刚刚彭孝兄讲都是退休的军公教，上一代的思维还是在那里，嗯，但是当他面对这些年轻人的时候，嗯，你知道花样真的很多，你知道吗？这四君子，嗯，比如说他们那个黄布条，然后垃圾袋，然后各种东西，而且他们几乎全心全力在做这件事情，嗯，所以我觉得你也必须佩服他们的毅力，中间也有蛮多挫折的，嗯，然后他也可以跑到台北来发黄条黄布条，嗯，然后可以号召韩粉，而当初韩国瑜之所以能够赢得高雄市长，北漂的青年应该是占非常主要的角色，嗯，那这一次北漂的青年完全对他失望，然后又被这群这个四君子吸引，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正负马上就可以看出来，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如果今天还要再去选高雄市长的话，嗯，你就算推出40岁的年轻人，有没有这样年轻人的花样跟他的那个见闻，嗯，还有他的那个对付问题的那个快速的那种老筋动脑筋的方式，嗯，我觉得这是关键，国民党的年轻人可能就在传统的习惯下长大，就算在党里面有一些年轻人，他只要进到国民党，嗯，就变成国民党那一套，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大挑战。好，我们稍后再回来。